我可能是个工作狂，对自己比较喜欢感兴趣的事儿，特别是当你完成了一件事儿之后，你就会有那种成就感，会带给你的快乐。我会喜欢个人空间多过跟大家在一起的时间，可能我需要一段时间自己的空间来自己成长吧。经常来这儿吃，感觉这儿有家的味道。现在都是一切都是在正常的轨道。顺风顺水吗？有喜欢做的事情，有好朋友在身边。2021可能就是认识很多新的朋友，很多对的人。